所以说，如果不给他工资，他不带你去我下面帮忙做不给不给我摔吗？做饭吗？给吗？给给的话，妈妈2000拿去，2000。我问一下大家哈，就是说大家觉得就是说，你不要吗？那其实那样子啊。就是、2000不是这样子吗？女儿的工资的话，要不要就是女儿的工资要不要全部交给妈妈呢？大家觉得是要全部都交呢，还是要交一点，还是不要交？八哥，啊，每天给爸爸吃培训麦，是吧？玉米呀。啊。培训麦。玉米。我要花椒培训麦。花椒玉米是吧？这有点难啊，它这个玉米。花椒太干了。玉米有点难哦。把人数给阿姨看一下，2000多人是吧？7000多人是吧？我们就700多人，不要忽悠阿姨哦。哥有7000多了。没有，700多，七百多。不知道的。啊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他说直播间只有2个人，他说只有我跟他。玉米做好。那这你的啦，也可以搞了。没有，我们现在还不能一直讲玉米的哈，因为我们没有还车。啊、我们不能一直讲的哈。给一点是吧？其实我告诉大家哈，我告诉大家，我有偷偷的多给阿尔2000，我其实是要给阿尔5000的哈，给阿尔5000，但是给他妈妈就说3000，然后他妈妈说全部都要上交，然后我们就上交就行了，然后我私底下得给阿尔2000就行了。玉米晒干，玉米晒干喂猪。小凡哥，我给你发了是吧？给一半。其实我是不止给二三千的哈，给他这个。啊？他们说。啊、他们说给2000，我在剥玉米，给2000吗？还得花椒剥花椒去买，我这花椒舍得多给俺了，你看吧。阿姨说拿花椒跟玉米叫我明天拿去，叫我们拿去街上卖。我们都是拿到。屋里的了，俺们就屋里，就是引起屋里没吃着的。哎呀，哎，时常把玉米晒干。那天我喊我儿子买，俺妈吃知道了，不买不就买了。每天给我背这么厚，不是因为昨天有在那个就是，阿英的朋友的那个直播间卖了一点，所以就今天没有背去嘛。昨天不 是, 是, 不, 是不是我都还在好像。对是对对对对，哦不是前天吧？前天忘了，我忘了。钱给了自己去卖吗？头一回。我那天了还不去买，俺妈吃着的不这个玉米是这个玉米，它是拿来喂猪的，但是放街上卖的话，它。就是卖平一点也是有人要的哈，这个不是完全喂猪的那种，这种不是完全拿来喂猪的那种。这个、虽然是喂猪，但是二他也吃，二跟猪吃的是一样的，但是猪吃的也跟二一样的。你滚吧你！没有要这么说，我说错了，我要说猪吃的跟二吃的是一样的，那就没错，那就把你家的猪给那个。那也不行啊，那。张，你们不要笑，丁姐姐，那也不对，反正就是我也在吃这个，但是猪也在吃这个，但是这个本来是给人吃的，这种不是给猪吃的，给猪吃的是另外一种。牙本收到质量很好，去做评价了，谢谢。谢谢，凡哥，我是护士，我的全部给妈妈的。玉米做成粑粑可以上车，他们说。哇，你真是好好女儿哈！实在把玉米买的来拿来喂猪，对，喂阿尔的猪，对不对？二，我娶你嫁不嫁？我一定好好爱你。这个不是，不来了，我为你买票。给我买。怎么嫁谁？他问你要不要嫁给他。不是不是，不，我妈都说不行。不，我有玉米了，我二一只，我你给我买，你们给我买。我们今天晚上我把阿姨这个玉米把它全收了，好不好？把玉米跟花椒全部都收了，好吧，把它收了，然后我放在网上卖，好不好？被快递公司退回去了，因为寄件人把电话号码写错了。啊？
退回去了，你那边能够应该能够就是会收到退款。您收不到退款，您就自己去点一下那个就是。要不就是寄件，寄件把电话号码写出来是吧？没事，我帮你就是重新办理。发家不进门。发一下。郁闷不进门。哎呀，二郎，你跟阿姨说一下你就反复说完，我说不来。啊。怎么说？我辞职了。我妈说要把花椒卖完，因为好有好多花椒没摘呢。还有好多没摘，那你就是摘的有多，做的有多少呗？摘的昨天在那个陈总直播间也没有卖完。你有多少我给你都买了，反正我在直播间能卖就卖，卖不了的我自己想办法，好吧？你不，我不想麻烦你，不想麻烦你。什么不想麻烦我？花椒上，花椒上。花椒我们的能上的哥姐摔吗？我们花椒要上的，而且你们可以自己去搜一下，就是四川花椒能搜得出那个啥哈，哥姐摔吗？你们自己搜一下啊，四川花椒是那个啥的哈，哥姐摔吗？啊，知道了吗？我们要不我们挂小黄车，他们让挂黄车。我看到你是，我看到你，我看到那个陈宇他是三就是你不是一屋里面三两卖的嘛？我们不一米就卖。啊，不花姐就卖么钱？玉米，但你跟阿姨说一下，玉米哥姐摔么？玉米的话，在上面上不了车，上车到你们那儿都已经不能吃了，因为这是新鲜的，到你们那儿就不新鲜了。花椒是晒干的，玉米干的是干的就不能吃，玉米干的只能打成粉。你们朋友粉丝线买玉米这来买这个事儿是吧？我跟你说什么？说什么？我妈妈说，我们的粉丝朋友如果要买玉米，想吃玉米的话，可以买来，然后到我家来烧来吃，在我家来火坑里面烧，火堆里面烧。嗯，那吃一个玉米，那还要坐飞机过来吃哦。哈哈，也对啊，我都没想这一点，对哈。这里烧了，煮了之后这里买了烧了吃。吃过四川花椒，我们。但是凡哥都说了，他们要过来的话还要坐飞机坐鸟，他我们这种花椒还不只是我们这种花椒不是你在街上买的。我妈说坐飞机就坐飞机啊，坐飞机坐一次飞机也要300-500块钱的。那二老家的花椒有没有人要？我看一下我们刚刚多少个人要？二老就是我们有没有20斤？哇，好多好多哥哥姐姐说玉米晒干了上车，可以的，我们玉米晒干了给大家上车，打成让他们拿回去打。哦不，我们可以直接打成粉上车。一个，我们一个一个。对不对？对。嗯。我问一下哈，你花椒有没有20斤啊？哎呀，不止。20斤啊？嗯，应该不止吧。昨天卖一点，可能现在可能差不多就也就30斤左右了吧。30斤左右。嗯，反正就是不是就是目前摘了的。还没摘的还有好多没摘呢，但是我都不想去摘了，真的，摘的摘花椒的时候，尤其是天气热的时候，眼睛又痛，手又痛。你看，你们看一下我的手，现在全部都看到了没？看一下。玉米。我妈的更厉害，我妈的那个手。玉米的价格它很便宜，你知道吗？玉米的价格真的太便宜了，然后有可以算一下，很不划算。你吃的不怎么吃不了。我们一个个上吧，我们问一下大家嘛，就是花椒的话有多少个？花椒我们帮你上吧。可以。好吧。花椒拌。心疼你二姑娘，不用心疼我的哥姐姐。花椒，阿姨的花椒一斤卖多少钱？贵姐姐，一次性手套没用的，因为它那个是有刺的，花椒上面花椒树是有刺的。